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手中的一个相声，好带你们去吃一家老字号的酸辣面，就有很多网友给我推荐。就是我说旁边的这个巷子往里面走，排队最多的这家人就是。我不知道，你先问我，我忙的。这是加了相当于2块钱。哦，1块钱，1块钱是吗？再走一碗。这要吃啥子？这后面光线不好，没事吧？这一份是加了1块钱的豆腐和1块钱海带的量，小碗。这里面是不是好多人都在咳嗽呀？这个辣椒后劲还是挺大的。好辣呀！我操！枪！这还是放辣椒放的少呢。那是酸辣面，一口就很辣。里面有这种炸过的小黄豆。你喝黄酒吗？黄酒多少钱一碗啊？1块钱一碗。来碗黄酒吧。吃这个必须得就点喝的，太辣了。你大碗干啥？哎，我想。那不要大碗，要小碗的。你这一天能卖多少碗啊？200多斤面。200多斤面。桌子上还有一盆辣椒，觉得不够辣的还可以再加一点。在襄阳吃好的面馆不需要24小时营业，当然也有24小时营业的，就生意更好。你家海带热，五分推荐。我必点的这个酸辣面，口味5分，满分的话可以打4.5分。吃完都感觉不舒服。还好尝一口这个酸。你先喝这汤啊，这汤好啊。现在吃完了，天空有点下雨。有什么好吃的面馆啊，或者是各种特色美食，欢迎在下方给我留言。喜欢的请关注我。